赵皇后，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。儿臣身子欠安，未能成婚定省，已是礼数不周，哪还敢受皇额娘的东西？哎，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，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。瞧瞧，这几颗珍珠颗颗圆润。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，但景色到了年纪，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她添嫁妆吧。来，福佳。哎，皇后娘娘，巧了，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。苏烈，儿臣不惯奢华，唯有手头这对彩金鸳鸯，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先帝所赐，最为珍贵。如今，恒提长公主要许嫁科尔沁部，儿臣特意奉上，为了恒提妹妹的妆奁增色。茶水凉了，福佳，换杯热的。是。景瑟是你和皇帝所生，比起那些庶妹，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。景瑟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诩，且早早就被封了固伦和靖公主，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，自然是她嫁与科尔沁部最合适。景瑟年幼，说话不知轻重，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？儿臣把她留在身边，好好教导几年，等出落得有模样了，再嫁也不迟。你等得了，蒙古等不了。自古慈母多娇儿，景瑟出嫁成了人媳，自然就懂得规矩了，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要有用多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求娶公主的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，地位尊崇。这不现成，有恒提妹妹吗？唯有景瑟出嫁才堪匹配。论长幼，恒提年长，又是景瑟的姑姑，自然是长辈先嫁，再考虑晚辈的婚事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。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，朕的心就不安。皇上，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，听说二位主子有点杠上了，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。杠上了，朕去瞧瞧。朕要是去的话，皇后跟皇额娘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，朕不能去。皇上，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也是不妥啊。皇后浮躁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朕避着皇额娘都来不及呢，皇后却自己送上去。李玉，去请皇后回来。皇上，两位主子在呢，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？无用的东西。是。皇上，要不这么着，皇后娘娘病着呢，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，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甚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会让皇娘认为皇后病着，糊涂着，万一说错了什么，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。是。皇上，张廷玉大人求见。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？如意，你去屏风后面暂避。是。
让他进来。这。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，还要再远嫁一个。皇后，你是哀家的儿媳，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？儿臣不敢。皇额娘，永从心伤。景瑟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，她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，也要为了永从尽爱。你是嫡母，皇帝所有的子女都是你的子女，可是恒提是哀家膝下唯一的女儿了，没了她，谁为哀家尽孝？皇上知孝，便是恒提妹妹嫁去克尔沁部，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。而且儿臣身为皇嫂，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。诗经有云，膘有梅，其实七夕，求我数十，待其吉兮。恒提妹妹已经到了膘梅之期，不该再耽误婚期了。你这皇嫂真是不易呀，当年那么多波折，差点儿就是贤贵妃成了嫡福晋，成了皇后。若真如此，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该是贤贵妃，若是贤贵妃成了恒提的皇嫂，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。贤贵妃无子无女，那蒙古求娶能嫁的便只有恒提妹妹。皇上也不必被臣子们力荐了。好好，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，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。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。微臣见过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，你胆敢擅闯？太后请息怒，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，体育虚乏力，必须得按时吃药，否则的话凤体难以承受。是啊，太后，皇后娘娘该喝药了，她全靠汤药吊着精神啊。皇后你殚精竭虑，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，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远。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与皇上白头偕老，看着女儿出嫁。好，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。娘娘，娘娘，你要撑住啊。本宫当然要撑着，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下旨让恒提出嫁为止。您刚刚顶撞太后的样子，奴婢看了实在害怕。为了锦瑟，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